哇操！是带艾黎的这个羊，好猛！对面中单的名字叫天才文艺啊。现役的那个多了两个兵，他奶奶的。怎么死的？装备了吗？其实你看似被压得很惨啊，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就是没带 TP 而已，亏的就是没带 TP 的线，带个 TP 的话，这他压不了我的，我就迅速到六就行了。我带个 TP 的话，刀不会被打少。从视野上来说，被压得很惨。但我不想带 TP， 带 TP 的话没有带机房舒服，后期舒服，前期 TP 很舒服。这不暴露了吗？这别拉回。
小黑子是吧？你给我坐好，哎，坐最贵排去。小白子往前坐啊。小白子送爆米花啊，送薯条，送可乐。小黑子看着白子吃。我一消失，说实话，对面上下路根本不敢冒头。呀哈！你只能在这里，你只能在这里。你有本事到这到前面去，你有本事吃这个兵，我看看。你除了文经验以外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啥也干不了，啥也不是。他水银姐吧，我就说嘛，怎么可能就晕这一下？你能不能别装逼啊？你是他妈是各位观众秒黄！哎呦，秒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打扰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Quadra kill. Quadra kill.我只能说国一牌并非浪得虚名啊。哎，我应该说法传鞋加上那个沙岩书的。我操！我他妈明明能蹲一下，为什么要耍帅呀？他有水银鞋，我不知道吗？哦，好痛，打到了，我操！哦，难受 ，boss 的这波，非得装，非得装。你这 W 留位有点草率，你觉得他 boss 的啊，水银鞋就是他的狗命。
还浪费，关键是没杀到的没事，主要是我是用闪想去杀他的，所以就可惜了。哎，峡谷在谁那儿啊？为什么我们少个人啊？我们少谁啊？为什么我一定会被他给杀？看上去不错。哦。不要点我的装备，我有我的玩法，你要教我玩。你小小的韩服大师，你教我国服王者千分玩游戏啊？我们放这 AD 竟然不过来，我操！跑去杀这个维克托，还给维克托反杀了，就他妈离谱！我就说怎么感觉老是少个人呢？哎，这 AD 埋了吧，真的，你妈你得好好发育吧，兄弟，是真的菜呀、啊！这 AD 刚过来跟我们打小龙怎么输啊？我都搞不懂，因为他是水银鞋加上这个咳血，所以我跟暴林伤害打不动他 ，AD 来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活。这盲僧很那个啊，很滑。这手哪是不能掉的？这轮的话线太快了。
我们这个 AD 我说实话从头到尾不见人的，而且从头死到尾，你们知道吧，从头死到尾，这 AD 跟中路打，跟两个被中路杀，跟 AD 打被 AD 杀，从头死到尾。我们这 AD 那个小龙那波就很奇葩，真的小龙那波对面的维克都准备回家了，没降到累了，他跑去送死，导致是我们这波缺 AD 输出。又死了，不一定死了，基本上死了。嗯，这波算立功了。这里应该是为了拿一头，又交了个闪现，应该那个啥，那个对面 AD 是必死的啊。这波是得亏有双招啊。怎么死的？这 AD 怎么死的？没搞懂哎，怎么死的？我都没看到，就这中路就一个人被杀了。你这样死我怎么死你啊？是来送吧你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到这分段有眼了，你知道吧？到这分段是已经有眼了，专业大师分段有眼了已经。这 AD 这 AD 八成是个演员，这 AD 啊八成是个演员啊。哎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脑残了我操！哎我怎么脑残了？哎我怎么脑残了我这个？哎呀，我这么脑残，算了。哎呀，我这么脑残，哎呀，我这么飞到这里没遇到人，我操，脑残脑残，哎是。哎呀，这么脑残了，哎呀，这么脑残了。哇，这盲僧这波还踢到我了。这波大王应该是帮拿的，不该飞的，不飞就行了。
王子还在上面。哎，他被那个救赎杀了吗？这盲僧应该是在这骨头后面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骨头现在敢带线，一定是盲僧保着他，因为对面上单不需要保，对面上单是个肉。这么装，他不是好人。我他妈的晕车都 Q 不中，哎，我真受不了我自己了，妈的晕车 Q 不中。去你大爷！啊！啊！哎，老子心脏病都给打出来了！哎，老子心脏病都打出来了，妈的，这都杀不了！哎，老子心脏病打给出来了，我操！哎呀！我这个 Q 为什么没中啊？哎，老子心脏病打出来了，妈的，真脑残！我们来拭目以待。
我这个 Q 我在这里卡了个视野，这里的 Q 没 Q 中，是真他妈离谱哎！哎，导致我双刀又没了。哦，完了。哎，真他妈菜！伤害呀！我没杀掉。